一些雇主问，买了劳工保险，那是不是不需要买 EPI 了？其实不是的，两种保险虽然都是与员工相关，但是它保障的范围是完全不同。劳工保险针对的是员工在办公期间因工受伤，而 EPI 保的是雇主在雇用员工方面出现的一些不当行为，比如 EPI 会对歧视员工的诉讼进行理赔，而劳工保险是不会理赔的。